耶耶耶耶耶！那今天的话呢，听到这个背景音乐啊，如果有玩过那款游戏的话呢，各位观众应该会非常非常非常熟悉哦。那这边还没有玩过那款游戏，只有计划再直播给大家看。那没有错，就是我们的 Undertale， 好不好？这款游戏啦，就是那个一个会拿刀的一个骷髅人，好不好？这款游戏好像听上还蛮红的啦啊，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直播给大家看哦。那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模组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听说好像非常非常非常难哦，所以这边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过得了哦。我觉得我现在来说的话，真的是越来越不适合打一些非常非常困难的谱，你知道吗？哦，它难度只有 hard 而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选，就只有 hard， 所以它有自己的一个既定的这个难度哦。好，没有问题，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看看哈，看看哈，来了，就是它，有没有？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哈。然后嘞？Hey, what's happened with you? 哎呦，哦，吓死我了啊！他有动画是不是？999 many dynasty revealed have passed. 哦，他有动画的哎，好猛哦！ The human kill every monster, waiting for something to change. 这个好像我们之前也玩过这个的模组，对不对？Since Gordon stand watching his brother and his old people, blah blah blah. 刚跑太快了，干嘛这么笑 ？So he decided to do his own generous route to overpower the human. Oh, that means he would have to kill every monster in the underground. 地下的广场。In loading.有点帅哦。It's the human 什么东西 ？Until he be mad, but this time 我是 different， 这一次不同了。We don't know， 这个是 BF 吧？是 boyfriend 吧 ？What we did know, he is wanting to battle. 他这次只想要来一场 battle， 是这个意思吗？哇哇哇哇哇！有动画，他好像很冷哦。Beep. Babe, who are you? You are not the human I know. Skip, babe. No, no, no. I am not ready. Skip, babe. I don't have a no. Bob, I. 干嘛？开始了是不是？来吧。看一下哦。听说好像很难哦。这首歌好像是他的主题曲啊，这个很熟悉啊。哎，是不能按那个啊？我感觉我的画面好像越来越白了，你知道吗？应该不能按那个，越来越白了。我觉得搞不好是那个会冻僵的那个箭头啊，跟之前玩那个龙龙模组一样啊。要求他颠倒嘞，不要再颠倒了。动的这个按键啊，它颜色要分好啊。我们最近都在玩那种就是没办法按按键的游戏啊。昨天不是才遇到小丑而已吗？
嘟嘟嘟嘟嘟嘟。哎呦，他如果再快一点的话，我应该就会疯狂按那个白键了。大家不用紧张哦，待会已经有机会让大家看到，就是按满白键白色画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哦。因为我觉得我待会如果他速度再快一点的话，我就按爆了。怎么了？怎么了？哔，他好嘲讽哦。马上变暗了。它坏掉了！BF 坏掉了是不是？它怎么突然变红色眼睛了？好恐怖！哎呦，这又是什么？谁？哈哈。You again, beep. I will guess I don't got a choice. 3, 2, 1, go. 然后，哎，女友坐在那边好像蛮舒服的哦。好、啊哦，也是嗨歌哦。哎，那个好像不能按啊，按了好像会中毒之类的。有很多这个骗人箭头哎、我还是喜欢没有特殊按键的时候，你看要扣血了。好像按了也不会加快太多，但我没说，但我没说，好快，要求好恐怖，当了，应该是进动画。I'm doing what I have to do.
Live Perfection I already know But no I don't know what I am gonna to next 还有啊，有冰的，感觉很快哦，这首。哎，这如果色盲的话，应该玩得很辛苦吧？哈哈。这节奏也不错。他那个用原本的那个曲子去改一些，就是那个节奏跟旋律而已哦。但这首歌真的是还蛮好听的啦。怎么了？我们怎么感觉好像变得更恐怖了？我们自己，他动画好像突然都切很，就是很异常的那个节奏哦，不太知道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但是我们好像变得很屌哎、欸，感觉，哎、欸，这不会又是回到原本的那个一开始的那个画面了吧？然后就卡住了吗？哎，哦，哎呀 ，B。I already know what you are here for, Bebop, but this time I have more XP and live than you. Let's just get to the point. 什么东西 ？What？ 他说他的等级比我高，所以需要赚一些什么分点数，是不是 ？Point。哦，还有那个，还有假的，又有假的了啦！哦，两个假的，玩的。哦，哎、欸，这很难哎、欸，因为你会一直按到那个。我觉得白色可以按到还好，那个彩色绝对不要按到、啊。白色目前看起来好像还。就只是快要结冰，它好像到最后才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已。但是彩色那个会比较麻烦。反正这个就照着节奏打就好了哦。节奏它会告诉你，就是接下来你要打什么那个箭头。好险，它这个颠倒不是让我换什么位置，好险。它要单纯特效而已。
一直在闪那个彩色的。哎呀，完了，完了！感觉好像没了哦，啊，应该是没了哦。哎，现在歌曲还蛮多的耶，还有吗 ？Not bad, kid, beep, he he he, 哈哈哈哈。Did you really think that was my best? Get already your Kindle。哎呦，哇哦，来了！什么？他直接把我们强压在右边呢？哇！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一堆白的，我要被冰死了！啊啊！完蛋了！啊！被冰冻到死掉了啦！这很难欸，一开始那个，哇，那白色真的是很要求。那白色真的是很要求欸，完蛋了，那白色很冰冻欸，欸，他一开就把我们那个血量又超低了。但看准的话应该就还好，可是那白色有时候很难看，你知道吗？不如就是镜头都拉过去好了啦。它其实按键蛮少的，就是了，只是要看准哦。啊！又把我扣到那么低，是怎样啊？要求又来了，玩这个啦！啊，色盲GG啦！